关掉伴奏，你的歌声还能听吗？哇，死亡问题。来真的吗？我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当下就会有一些回忆，因为曾经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问题好狠，哇，真的太狠了。刚刚那些问题呢，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呢？你们自己心里有没有答案呢？让我们有请第一组训练生。同学们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请多关照。开始你的表演。结果是